是这样的，丁浩老师说上回比赛因为是没吃饱，所以呢，就这回不能饿的我们丁浩老师让他把这个咏春功夫在擂台上面完全的展示出来，然后呢，我这边会做到全力以赴去打好这一次比赛。好，打货，希望这个面包丁浩老师能吃饱。 已经吃饱了。<笑>好，比赛途中，要是你还有饥饿的，还有宋伟的还饥饿的，你要跟我说，或者跟崇武英雄这边的工作人员说，必须要把你们两个都管饱，好吗？好，好，厉害！各位全友，各位领导，各位观众，和所有全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是作为一个传统武术太极拳一个选手参加今天的和 UP 的一场比赛，我想用我多年的这个传统武术功夫来验证自己，也是证明一下咱们这个传统武术的实战能力。 在这次比赛中，我会全力以赴地和 UP 打好这场精彩的比赛，希望得到这个全员们的大力支持。好，谢谢大家。好。就让我们在擂台上见，用拳头说话。好。好。 好，那接下来祝你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行，好，谢谢。